月。五六七八九十就六個月，你五日每一日就偷503蚊，冇話幾時幾時，總之我當你偷500蚊，我當你偷500蚊，500蚊一日，一個月咧就係10000蚊，一個月就10000蚊，咁硬幣就85蚊，紙幣我一樣當你偷500蚊，就偷1000蚊一日，30000蚊，做一半年就180000。即係起碼都半個月啦，即係相處咗幾個月，即係有啲火氣啦，即係發生呢件事之後咧，佢都頭一陣即係火情，即是可能突然間有啲嘢嘅事出現啦。我即係唔知點樣去處，即係點處理嘅，唔開心嘅。不過咧，第二日之後先話，即第二日三日先會啲情緒。我先上啲車入去啦。係咪因為咁咧？即係有部分原因，因為咁所以唔報名。其實其實都可以咁樣講，因為有啲伙計係開心嘅，有啲咧仲好似有啲係咪流眼淚啊？翻架車翻屋企你啦。冇諗過會發生呢啲。其實唔想咯，唔係好想咯，都係幾好嘅咧，啲感覺。